食猫山王冰皮月饼，梗系香港好推动啦！订购电话62211161，食猫山王冰皮月饼，梗系香港好推动啦！订购电话62211161，我大肥寻找分销合作伙伴，有兴趣打电话嚟62211161。第三节翻嚟，头先嗰节做唔到20分钟啦，因为都。讲得唔系几好啦，因为真系好忙啊！呢几日其实好多嘢做，因为啱啱猫山王翻咗嚟啦，咁啊台嗰度有啲转变啊，一路做紧啦，都比较扯啲嘅。咁咧，如果有啲人咧想订猫山王啦，想试下敏迪啦，咁咧就嚟联络我哋啦。咁我哋咧就喺购物车啦。咁我而家咧就。9月16号啦或者15号啦就同雅虎团购呢同 store 嗰度呢咪雅虎 shop 嗰度呢即係傾緊啦应该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多啲嘢啦咁而家呢啱啱好因为东京嗰边呢即係京都嗰边呢有啲有机蔬菜啱啱同日本仔傾完呢佢会寄啲过嚟俾我做样板到时可能搞个开放日大家上嚟试下啦。试下食先啦好唔好食先啦白砂或者沙律咁嚟做。咁如果认为 ok 嘅咁咪订啲返嚟。咁同网友分享啦。咁而嚟下个礼拜四以后每一个礼拜四7点钟就准时开饭9点钟做直播。如果呢你哋呢係想上嚟啦我本身呢上个礼拜啱啱寻日就打边炉咪寻日就盘菜下个礼拜就打边炉啦。係咪咁呢我哋可以呢睇下有咩海鲜啊同埋呢蚝啊各样嘢呢咁我睇下啦。咁因为近期呢就想做冻肉咁我都会睇下有冇啲靓嘅冻肉啦咁我嚟打边炉啦。咁亦都有很多嘅素菜丸啦寻日开咗两包台湾素菜丸好好食。一啲齋嘅感觉都冇。咁会一路做啦咁你哋嚟试下啦因为寻日啲网友嚟试菜啦。咁呢都话哎呀好食啊尤其啲蝦啦。吓咁啲红酒呢就因为真係冇酒即係唔係酒嗰啲德国。咁卒之都开咗其他啲红酒喺度飲啦。咁都开心嘅即係做完节目之后呢都傾到12点钟同班网友咁喺度吹水吹水吹水。咁啊好多嘅睇法啦咁个个都话喂不如做返依家男女啦咁我諗住都会做返嘅因为呢请嘉宾难咁啊猫姐一个人又未必做得到咁有啲人又唔想话喂成日都讲啲私事啊各样嘢喺度啊咁都系咁啦咁但係节目始终要做落去嘅即是人生始终要过咁决定咗做咪做囉。咁呢如果做直播嘅时候呢希望喺多啲喺 Facebook 睇啦因为次次都系 YouTube 比较多啲。咁呢就今次人少啲。咁少过上一次希望大家啦冇乜主题都唔紧要嘅譬如好似你哋可以留言我想讲乜嘢呀。咁我咪答你哎呀讲乜嘢讲乜嘢啦。咁可能都好啲嘅因为呢有阵时我唔知道呢好多嘅听众啦佢想知道或者想讲边一类型嘅嘢好似啱啱好啦我哋而家係啦恭喜Johnny Fox 生日啦因为佢真係生日早几日就係肥龙生日啦。咁今日呢佢又话喺写字楼嗰度做緊嘢咁好充实咁。咁其实我以前都係年年1月1号生日我都係游行。冇辦法啦咁香港人都係咁啦就讲讲啦日本嘅媒体就喺度讲緊呢就係呢次北大河完咗啦北大河完咗啦咁北大河完咗之后呢黄岐山传闻啊都係传闻啫未经证实咁呢佢呢就收档陈敏仪入局即是换句说话是认认真真地习近平可能真的正如我们所想他没有能力可以做第二个毛泽东。
黄绮珊佢一个重要嘅棋，佢想千秋万世都好啦，佢系同黄绮珊一个拍档嚟嘅。但系如果黄绮珊佢唔能够留任，我唔理你咩七上八落如何如何咧，你系挂，跟住孙政才冇咗，你就焗住提陈敏仪上嚟。如果陈敏仪上得嚟，即系话下届冇习近平，因为你嘅接班人浮咗上水面。呢个就系而家嘅形势。与此同时，我哋嘅之前嘅中联办副主任李刚62岁收档，调咗澳门，跟住收档。咁我唔知张晓明可以点样自处，因为咧啲人成日讲啊习近平啊大权在握啊乜乜乜，我唔系咁睇。咁啊 ，Tony Choi 都唔系咁睇啦。诶、哎，有攀下关系先啦。我哋呢两个睇法好一致嘅。而家我哋可能好多网友都翻唔到场啦，因为都 WhatsApp 又已经又开始收紧大数据嘅时代啦。咁啊，而家大陆咧就要缴械啦。咁而家嚟紧咧，我哋香港咧。一个支付系统咧都有龙争虎斗嘅 ，PayPal 啦、支付宝啦、八达通11月咧就已经开始咧用 QR code 找数啦。咁咧嚟紧咧微信支付咧都会登陆香港，争夺呢一个咧，希望香港做成一个咧冇现金流通嘅城市。但我相信唔会做得到嘅，因为香港人真系习惯咗方便习惯。其实用八达通其实是方便的，叫话落局除了只夹钱，即是大家夹钱吃饭咯，边个找了数，跟住除几多份，跟住咁样互相过数之外，如果各自比的话咧，八达通就咁嘟一嘟咧，基本上咧就唔使揿喺个手机揿个 QR code 出嚟，跟住又对，跟住揿银码，喺八达通系相对系方便嘅。咁咧，但系咧就某一啲特定啦，鹿死谁手唔知道，咁啊马云啊。擦啊林郑月娥鞋啦，又话哎呀，唔系我失去咗香港，系唔系香港失去咗我，系我失去咗香港。我哋阿里巴巴如何如何，亦都话俾大家听啦，即系香港仲有少少嘅规章制度仲喺度咯，所以宁愿放弃阿里巴巴咯，呢个系应该做嘅。唔好以钱行头，唔好咁，即系唔好下下都系咁功利咯，令到个社会咧正常翻咁运作咯，唔好样样都钱咯。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咧，永远都系一样。好多咧。大陆人或者香港人，你可以完完全全睇到嘅，佢哋而家又话要过澳门啦。今日咧访问佢哋啦，落大雨啊，打风啊，唔惊啊，各样嘢咁。但系实际系咪真系唔惊？吓、啊，香港人又互相标榜自己，哎呀，我哋基本嘅建设啊，做得几好啊，证明我哋先至系文明城市。啊，我哋应该保留翻点样点样点样。其实香港。剛才所讲的案件各样嘢桩桩件件都是我们香港以前优良的传统法治基建没那么容易，甚至人工岛又说哎呀个桥墩啊石屎不合格，跟住再找第三者出来验，除了目测之后验出来都真的合格，只是那个人是方便造假啫，即是香港还守得住。你看下柴湾就知道了。睇下柴湾就知杏花村，啲海浪打上去6-7楼咁高，你有冇见到？除咗海水倒，即系海水冚落嚟落停车场嗰下，咁我相信啦，方便嘅就系嗰个停车场改造埋单位啦，密封咗佢，咁咪可以卖埋佢咯。啊，因为真系嘅，
以后都好难停车喺度啊，因为呢经过呢一次呢啲林宝坚尼又好乜嘢都好呢都要散水。啱啱做緊节目嘅时候呢就李在镕呢就宣判咗三星佢就坐五年。咁啊三星重大计划可能都要好多嘢都延迟㗎啦。咁朴槿惠坐嘅机会真係好色好大。而文在寅上咗台之后致力打击贪污希望成功啦。英六今日判泰国四千军警严防红三军判佢赢泰国政府或者军政府又未能解决判佢输红三军又会再嚟过因为刑罪更加多人但是在呢刻里面英六走咗落同佢阿哥去咗传闻去咗新加坡所以我话呢世界嘅时局日日喺度变睇变得更加好或者更加差啦。咁而大陆呢一个北大河会议完咗啦。亦都从来冇讲话系咪真系做緊但系大陆好多而家夠胆讲嘢嘅人都被封杀。封杀得好紧要。可能系毛泽东之后封锁言论最严峻嘅一刻。咁呢节讲到呢一度啦因为都要收工啦今日好夜啦已经。咁多谢大家啦咁下个礼拜四都会做直播嘅希望大家 subscribe 呢个巴打台啦入购物车度睇下有冇货品啱你啦。咁因为我哋做緊啲初炸冷压初炸嘅呢个希烈嘅橄榄油咁比市面便宜啲嘅咁而敏迪一个好有用嘅嘢当你尤其你要转天气啊气管敏感啊哮喘啊牛皮癣啊呢一类啦咁红斑狼疮都有用嘅咁呃晒你都係298蚊但我真係希望你哋可以尝试下改一改变啦因为真係植物嘅提取物可能都真係帮到大家嘅。第二呢就订购猫山王啦因为今年我哋呢就相继其他起步得迟。咁都有啲压力嘅猫山王其他嗰啲呢我相信都好快会卖晒。咁而洗头水同精华素呢我啱啱呢就订个千二支。咁我唔係话抽 15%, 我真金白银买嘅。同个代理攞因为我同阿代理今日先啱啱呢开完会傾过。咁呢就我哋合作做。会做一系列嘅产品係关于呢个头即係呢个发型啊头发嘅护理产品。咁我哋会一路做啦。咁如果呢有啲人想开咪讲旧朋友嘅咁你可以俾条 link 啊我哋个台长啦。咁而呢我哋仲招募緊分销商。咁因为呢澳门我本身有一个㗎啦。咁呢佢都做得几好。咁我哋而家会再研究会唔会再做得好啲嘅。咁呢另外呢就祝福澳门嘅网友啦珠海嘅网友啦江门台山嘅网友啦如果有听嘅话呢真係振作少少囉事情总会过去。因为人类嘅记忆尤其香港港澳香港人同埋澳门人呢好快就唔记得㗎啦明日黄花。但係呢吸取教训啦听得我哋节目香港同澳门嘅分别是因为香港仲有抗争嘅议员抗争嘅人去监督政府唔俾佢变成咗趋势案。因为趋势案做任何嘢出埋解放军跟住歌功颂德人民子弟兵丧事当喜事办仲可以帮共产党面上贴金嘅时候佢有冇损失过一毫子啊
吓杀咗一个无关痛痒嘅气象局嘅局长，对佢一个政府有乜嘢伤害力啊？13亿5000万究竟系咩钱啊？但系澳门搞到咁样，零一讲得啱，系澳门自身嘅有嘅问题。因为点解系自身嘅问题啊？呢样我认同佢嘅。澳门人真系要醒噶啦，真系有多嘢真系要监督政府，发挥澳门人嘅精神，尤其后生仔，始终未来几十年都系靠你哋去争取嘅，我哋能够做得到嘅嘢系极少，系咪啊？香港嘅后生仔亦都系，你哋凝聚到。唔好话讲埋啲乜嘢大道理啊，打倒共产党啊，乜嘢乜嘢，你能够企得起身，守护翻而家我哋现有嘅制度，现有嘅而家嘅言论空间，去顶住睇报纸。澳门所有的报纸电视全部都企在澳门政府和中国政府歌功颂德，在这一次天灾，只有苹果人物日报仲是顶得住讲事实的。所以呢闹苹读苹果读苹果呢，闹归闹，支持归支持，如果当苹果日报有朝一日都唔见嘅话，香港可以发声嘅仲有几多，网媒仲有几多，咩众新闻啊，立场新闻啊，佢哋仲有冇资源去做啊？因为真係要有资源，下下众筹俾得几多你啊？你唔系一个商业运作嘅，靠众筹运作嘅，点样可以做得成功？可以挨得落去？想香港同埋澳门，大家都顶得住嘅话，我哋真系要想下办法监察政府。佢做错嘅时候，我哋奋起反抗，我哋同佢对抗到底，等佢唔好慢慢，唔使慢慢，系急速恶化，揾翻我哋以前熟悉嘅澳门同香港。讲到呢一度，拜拜。